享受游戏，热爱生活。大家好，这里是孟轩啊，今天跟大家分享关于船的冷知识。本期主题需要感谢这些小伙伴的留言，有好几位同学连续留言了许多期视频，不得不说这样的精神值得称赞。如果你有想了解的物品、生物、冷知识，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下方留言征询。对了，在看之前，希望大家点一个免费的赞，这对于我来说非常重要。早期版本的船体撞到墙壁或者生物，并不会掉落其船本身，而是会变成木板和木棍。船体也是自带生命值的，用不同伤害的武器破坏船体的时间各不相同。而且船体血量越低，攻击船身的晃动就越加明显。船体不仅是水陆交通，也可以是飞行工具。首先建造出一座从上往下的水流，再运用船身卡进方块中行驶至水流上方，最后离开水位的同时疯狂点击空格，就能实现飞行船了。舰板可以利用小猪和船体借助钓鱼竿的推拉不断提升飞行高度，舰板在史莱姆方块上弹跳的同时进入船中，能够直接提升跳跃高度，而且不同的时期进入船体弹跳的高度也截然不同。众所周知，光速船特性存在已久，只是新老版本的方法有所不同，但除此之外，你还可以搭建水滑梯，借助灵魂沙的气泡柱，光速船就可以直接垂直上升，或者你也可以选择制作阶梯板，逐渐攀升到你所想到达的位置。虽然船是水面交通工具，但它的用处却不仅如此。如果你的手速过快，就可以用此越过岩浆池，或者在落地的同时手持船体长按右键，就能够轻松完成落地船。甚至借助上下船的滞空时间，你还可以实现高空滑翔。船自身的特性也是五花八门，在着火之后坐在船体上方，经过水流你却不会被灭火，而且运用指令你可以将船体翻转至90度，依然能够正常的行驶。更离谱的是，利用船家末影人紧贴墙体，你甚至可以发射出穿墙箭，而且发射时越靠近末影人，穿墙箭的概率就越高。我们知道船无法放置在水源下方，但你可以在有按钮的方块上空手右键的同时切换到水桶，就会出现一个浮空的水源，而且你可以在下方任意放置船体，当要坐上船时会发现坐上去了，但没完全坐上去。我们在操作行走的时候，船桨的两边都会运动，这就代表你已经进入了无敌状态。你可以攻击任何敌对生物，但它却无法发现你的存在，甚至虚空伤害也对你毫无效果。而且任意扔出一颗末影珍珠，还可以瞬间回到船体附近。好了，那么关于船的冷知识已经交给你们了，这个免费赞当学费不过分吧？讲了，那咱们就下期再见吧，拜。